海月打进打蒙恬确实好打，但是你没必要啊，哥哥，没必要啊。前排的蒙恬还是比较好打，但我没必要啊。虽然我这么嘴巴是说可不可以打，可以打，但是我觉得可以选择更简单的，为什么要选择难度系数更大的？那就如果要想再打 A 级，我这把还是看好 A 级啊，因为我觉得这种还是能打，打别人五个人聚在 Ra 龙啊，极光这个位置如同死位啊，没得活啊，这是在干嘛呀？打波团不行吗？龙拿到了那又如何啊？有什么用啊？这龙没用啊，搞什么？没有任何的办法。那让我们准备攻击武汉 EW 哦。我这边直接打，这边进过来直接打出一个佛轩然打一换四一波啦，那就没法守了，等波团的让我们恭喜武汉 EW 晋级2023年 KPL 夏季赛胜者组。这边26分钟进去开的佛甲站起来再次死掉点击地，让我们恭喜武汉 EW 2-0锁定了第四个胜者组的名额。是这样子的话，那我们对吧，这场比赛还没有打完， AG 又来了一把海月，这把打到了20多分钟，海月也成型了，该做的也做了，这把海月也能玩，最后输掉了比赛对吧，最后输掉了比赛，答应我不要再玩了，站了26分钟，答应我不要再玩了，要玩了被闹了呀，将来想拼一闪孔天杰，完了完了，这他家的人呢兄弟，怎么他家的太乱了吧，路也在打，那还他家的开龙还抢到了，但是火舞切双 C， 切双 C 了，怎么说看看他家的渲染了，怎么说大招一道炸孙少枪，有闪现一闪直接秒掉，右边后面还剩好多人呐，血手一开，血手一开疯狂 A， 再来个一击了，再来个一击哇，有不光有名刀吧，有名刀吧，有名刀就有戏，没戏了，只剩海月一个了，哎呀的，没了没了，那就没法，没得了没得了，国团战青龙立大功呀，这个不知火舞啊，他原本啊是知道 AG 在往这边，哇这位置太，怎么哪里哪里没有火舞，我操哪受不了，不是这个位置太差了，这边打那边打，然后射手他家孤儿在那，你知道吗，本来在乱龙乱的一半人都不见了，我操，乱龙乱到一半人不见了，阿南发现你小子想拼命，我不让你拼都不准打这条龙，激光被秒，中野怎么办，龙哇操拿到龙了，拿到龙了，要是没射手那怎么办呢，啊拿什么拼，亚莲你能一打三不成，亚莲你还能一打三不成，让我看一看，让我看一看，让我看一看你行不行，不太行，站起来一个被动推，所有人一拥而上，先把开头的复活打出来，再杀一次团灭 AG， 让我们恭喜武汉 EW 进入胜者组，完了完了，要被夹，要被夹，完了要被夹了，完了，秒掉，明刀附体也没有死掉，完了，他这个龙龙看这个龙，要被抢了，终于抢到龙了，破军加要没有了，破军加油，还出龙兵了，哎呀，还是结束了，后面还有八分了，完了，青龙杀光了，渲染，破甲换慢了，破甲换慢了，渲染还在杀，渲染真的牛逼，渲染，渲染尽力了，渲染尽力了，一波，这波青龙秀了，青龙换复活甲啊，青龙秀了，青龙在后面不知道把谁全切掉了，青龙那波地打工了，把极光杀了。看着没办法死掉，还不能拉，看着拉大就没了，好像也没有精力了，再杀，让我们恭喜武汉 EW 荣登 S4， 我们是胜者组，第四个胜者组的名额，胜者组，狼队我来了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啊，他太能准备好了啊，他准备好了。是 S 组的第四，互相接伤害，直接先把敌人给什么意思啊？凯拿到龙了，能再反一波了吗？等一下，但后排被切了，强子死了，亚莲这边顶不住，坏了，这亚莲一个人切几个，这龙拿了这边上上下，嘴哥死了，要被亚莲这边很弱，挤着分到龙，过去还在看了，马上又回去，他站起来就回去，站起来就记了，站起来就记了呀，剩下开的一个海月，
坐不住了呀！顶点接点击复活脚直接掉，再蹲尸换了个名刀，还是要死。这个龙魂是谁的？是凯的，但是猫咪还是被火舞切了。海月，你再想管线也管不了了，你这边的队友全部嗝屁了。你想管线也管不了啊，队友还在打架，你还去管线，家都没了，你管一百波线都没有啊。那就没法守了。来了，蒙恬，一闪顶，激光，名刀也碎了，被秒了。一个方向盾，虽然方可在一枪射出破军刺杀枪，龙是中意的，但是人怎么办？没有人威胁刺杀枪，谁去找刺杀枪麻烦？亚莲大招想落，一技能比傻，就威胁上去再进一个一，流星斩，但是队友都死完了，一打三又打出了一火，我都不知。我获得了这个复活，妈呀！什么东西啊？剩下开的一个海月，那就没法守了。A 级这波选择很大胆啊，但是家里只有一个海月，太难了。原本啊是知道 A 级在往这边赶，但他从下路绕了一圈过来，他兜了一圈过来。结束了，结束了，结束了。所有人一拥而上。海月辅助我觉得还是有可行性的，但是 Insta 这把爆发伤害太高了。恭喜我 Insta Pro 分胜负了。 AG 想赌一波，卧槽，一枪火舞是绕过来，闪现都没给，不过凯拿到了龙，但火舞踢到了沈梦溪，沈梦溪交闪还是被青龙收掉了。那正面后点全倒，火舞现在就一扇子一个了，战士很难打。火舞这个英雄越往后期打，火舞这个英雄打战士特别好打，就是尤其是那种半肉，你知道吧，火舞打全输出的那种脆皮是融化，但是打那种半肉的那种有输出有肉的那种其实更舒服，就风筝对吧。海月出个复活没啥用，高的 like， 好吧，恭喜 E-Star 拿下这一局。